等我一下。对呀、啊，真不好早一点，因为我眼睛戴好几天隐形，有点不舒服，所以我想今天让他早点休息。今天让他早点，哎呀，没电了，看看。原来我的充电宝没电，今天还带他带了一天。嗨，不是留在广州玩，不过可以玩一玩。因为还有事情没搞完啊！谢谢小初，谢谢翠莎，在哪儿？在广州喽。谢谢 H Y 的0.1分，谢谢 C 0.2分，谢谢 S L A M 的蹦迪，谢谢 H Y， 谢谢 H Y。吃饭没有啊？一会儿再去吃，一会儿把妆卸了再去吃。谢谢拉面，谢谢 A R U N。对，没有，这两天没有什么工作，就26号的时候去弄一下东西，然后就回上海了。谢谢香蒜，鲤鱼豆腐。嗯，我换一身衣服，换我的大 T 恤、大裤子。嗯，谢谢车车的9分，谢谢车车。对呀、啊，是的，是的，是的。谢谢不晚，谢谢乌龟。哎呀，是山寨，嗯。谢谢收酸奶，谢风铃烟气水儿。26号回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了。谢谢三米，不回，26号回，说了好几次了，26号回。谢谢5.1，谢谢二。还有你提醒我，嗯，谢谢长裤，没想好吃什么，只是刚刚有点饿，然后现在又太困了，想着先休息会儿再去，休息会儿把妆卸了，因为我右眼睛有点酸痛，可能是最近没有好好照顾它吧，谢谢5.1。今天就早一点，让人吃的蝴蝶酥。嗯，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路上回去了？谢谢别在嘴硬的9分，谢谢。对，确实很阳间哦。一会儿我把妆卸了再说。喂，这些男的花花，哎呀，我也不知道谢不谢，不谢也行啊，谢吧。谢谢猫咪老师。嗯，手机怎么还没充好？哎，充好了。OK， 放首歌听。谢谢古力波罗姆。谢谢宋宋，我看一下我这个手机能不能登我的微博。应该可以吧。谢谢宋宋，谢谢科尔比斯，谢谢蛋糕。
散步，哎，可以，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七八姐的一分儿。对，就这么快到上海了，谢谢菠萝，谢谢鱼。发首歌，谢谢别再嘴硬的九分。晚上没想好吃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要开启点新的业务？最近听大家说是问我要不要开启点新业务，说我开什么好呢？是开回答问题好呢，还是开你们喜欢的什么业务好呢？谢谢海洋熊，谢谢小鱼，谢谢，谢谢别再嘴硬的九分，谢谢小鱼。问答不错，初印象现印象吗？可以啊，谢谢馒头。什么是回答问题？就是回答我回答你，就是解答问题，回答问题的那种，和初印象现印象也可以，都开可以啊，可以都开，分开啊，这个也可以。谢谢海贼王，我定价一般定多少嘞？可以现在就开。对啊，粉丝的，呵呵，那些流星雨的零点一分，真的吗？那我也可以搞一下哦。哎呀，怎么回事？老是不对焦啊，这手机不听话。18是初印象现印象，可以呀。那9分是回答问题，18是初印象现象。对，难易程度哦。也可以点歌，就是我现在唱可能不太好听，说话说太多有点嗓子。今天有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我唱，雪公港，雪痛痛的花。好，现在你们可以给我发微博了。十八是什么？初印象，好，这个写痛痛发微博可以啊，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机就可以登微博了哦。我现在每天的歌单真的是全是韩语歌，是这样子的，因为我随机播放了一首韩语歌，然后他每天播放韩语歌，然后之后才每天推荐的都是韩语歌，他觉得我喜欢听。谢谢别再嘴硬的九峰，谢谢痛痛的花花，也不用发微博吧？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解忧，对，解忧是九分。怎么感觉屋子有点暗啊？今天，等我再去开个灯哦。谢谢别再嘴硬的九分，谢谢七八九九分，你们可以问我问题，你在这里问或者是微博的都可以，等我一下哦，我再开个灯，有点暗了。我不会都已经开好了？哎，真的，我怎么觉得今天都不好暗？怪怪。我把电视打开。对啊，是对粉丝的，不然是对我自己的吗？好，谢谢厚厚如的九分，谢谢厚如的18分，哈哈，你们要记得主动说，不然我会忘记。谢谢别再嘴硬，
晚上好呀。嗯，嘿嘿，初印象现一下。初印象是一个长得非常不错、好看的人，嗯，是个戴着口罩的时候是个瓜子儿脸。会夸，没有夸，不是会夸，是真的。虽然我禁止你们恋爱条例啊。话是，有没有什么推荐？然后现影响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活泼，但是没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的帅，不能说帅吧，就是高冷。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吧，人如果是戴着口罩，就有一点看不到，完全看不到表情。不是，反正让人印象不到吧，因为看样子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作，结果实际上并不是，是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一个工作，竟然是 teacher。 因为我从小就害怕老师，小学害怕，初中就还好。你也初印象现象，初印象是一个有点儿，就是非常友好，然后有点儿憨憨的。现象就是一个，被很多人喜欢，然后也在努力，就是越来越厉害的一个人吧，嗯。感觉像个大人了，嗯，以前就有一种傻憨憨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就是还不能说傻憨憨，就以前还觉得还是个小朋友，虽然也比我大吧，但是以前也觉得是小孩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的顶天立地。谢谢别再嘴硬的九分儿。你们小也很厉害。现在顶天也是男的，还行吧，还行吧。我可没有说真汉子。哎，顶天立地是什么感觉？就是你撑着你家现在天花板的感觉吧，嗯，谢谢胡小雨的十八分，你有什么？你是要问这个吗？初印象是一个有点，最初的印象啊，最初印象有两个，刚开始觉得哎呀。不是很好接触，然后又变成就是初印象有两个，然后因为离的时间太近了，然后变成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自恋，然后比较外向的。现印象就是比较爱哭爱生气。谢谢岁岁困觉觉，然后活泼中又有一些敏感，嗯。哼，亚视，你们干嘛谢我？对谁的初印象？对小虎哥的吗？我对自己的初印象怎么可能？那我应该问你们。谢谢可可爱我，谢谢灰太的九分，谢灰太的十八分。我刚开始觉得像个就是小老师，
就是是那种像不能说小老师，就像个大人，会跟我讲很多话。现在的话就会觉得是个是我的狗。谢谢苏的酒饭。没有没有，现在的话就更小孩了，就是更开心更快乐了，也不只要工作了，抢你的位置。什么炸裂一下。还水平是问题，好问了，好哦，我来了，写开视频。可以多浅浅的说一点点，不能说太多，因为如果说太多的话，我是那种喜欢通过事情让我讲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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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科开，等会我看看在哪里哦。嗯，在哪里啊？问的在哪里？开水瓶问的在哪？开水瓶问小狼猜猜什么时候打分？什么时候？我想想。这要看他们两个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同录一个歌吧。嗯，本来上次我这首 Unit 学本来要么就选惨惨，要么选狼狼，想让他们俩就是见个面一起帮我录那声猫叫的，但是我想象了一下，感觉可能到时候现场会很混乱。哎呦，嗯，就而且他俩叫声太，肯定是录不了了。原来是你可以认真，当然很认真了。下一个是谁？怎么不是惨哥的？惨哥是这样的，如果有人在的话，他就太娇了，就是没有可以用到的部分。苏的问题是什么？刚刚，谢谢小贺。对生活没热情咋办？对生活没热情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你觉得现在太无聊了，还是太安稳了，还是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开心呢？如果想对生活有热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去一个你觉得很难的地方，你就会珍惜现在生活了。就是对生活非常有热情。谢沙茶酱酱的99分，谢沙茶酱酱。当然我说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对生活有，那就给自己找点新鲜的事情做。因为我今天看就别人去缅甸的嘛，回来之后真爱生命，真爱生活了。其实对生活没有热情，也说明了你现在的生活比较平稳，要珍惜。平平淡淡就是真。谢沙茶酱酱的99分，18分。哎呀，初印象，这要看哪个初印象了。如果是见面的初印象的话，就是刚开始会觉得。爷爷比较看起来像比较有个性的，现印象的话就是非常好讲话，非常快乐，就是能够 get 到一些我的点的，嗯，就能懂我一点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是对于这个没有见面的话，初印象是一个非常非常什么非常活泼快乐的一个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线下的话就是话就是挺多的，不说话多，话多挺好的。对，我刚开始觉得是一个活泼的大学生，有这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嫌弃话多，话多比较好，话多总这样子，姐头发茂密。谢谢熊森熊，谢谢小野小野的九分，谢谢头发秘密，谢谢小野小野，小野小野，对吧？小野小野的话，刚开始觉得是一个大家都比较会觉得是那种很多人会喜欢的女孩子。就像那种就大家都很喜欢的样子，嗯，看起来就非常的顺眼的那种吧，嗯，而且就觉得小小的，然后当然个子肯定比我还是可能比我高一点点吧，会这样子觉得初印象的时候，现象就是很热情。很可爱很可爱，说话很好听的一个美女。我不能告诉你们谁长得好看谁长得不好看，这样子万一你们背着我谈恋爱怎么办，我不以后我不能讲这些。你好看啊，这个叫顺治的，他说他好看。哎呀，今天的屏幕怎么老是不对焦，擦擦，谢谢哈哈爱出息的一爹。怎么突然谈恋爱？因为我发现了。哎呀，好，谢谢可可爱我啊！你们问问题，或者是谁恋爱？谁谈恋爱了？目前谈恋爱的就是，我发现了，没有，还不敢呢，还没敢呢。谢土拨鼠，谢土拨鼠的九分，谢土拨鼠的十八分。对，谈恋爱的就是都跑了，我跟你说，说好了，果然爱情里不能有三个人，我就是多余的那个，所以我先不允许你们谈恋爱了。哎呀，今天的怎么一直不对焦啊？喂，警告你，怎么更新了之后，刚刚问问题的熊思熊要他的印象，初印象是个很能讲的人，就是有一种老粉丝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谢黑狼，谢黑狼的十八分，谢熊熊思熊，谢熊熊熊，好，是不是？初印象是这样的，而且是一个就是说话很快的，刚开始就说话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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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我当时以为就是，而且就是那种像那种，怎么说呢，就有一种身经百战的感觉，谁能懂？就是来到握手会了，有一种身经百战的感觉，就一点都不紧张，然后还很能就是讲话不啦不啦这样子的。现象的话就是。现印象就是，就跟我现在就是对他的这个评价一样，就是咋说呢？原来话也不是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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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经常也不知道说啥，不知道说啥的时候就会就是停顿下来。然后呢，是个很挺忙的人，感觉挺忙的。眉毛困惑。对，挺忙的，可能就是忙着这个干干这个看看那个，就是哎，生活不易，小包叹气。
不知道忙啥，就是不知道忙啥。还有你的土拨鼠是吗？呜呜，你是问问题吗？还是什么？小包忙，小包也好忙。谢谢49分，你们问问题或者是那个的话要说一下哦，要不然有，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看不到印象。谢谢48分。哦，还有黑狼黑姐的印象好。黑狼，黑狼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给我一种，大人，为什么老说大人能发现了，就是大家。就是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大家的大概年龄啊，或者是总觉得很多人讲话就有一种很老成的感觉，也不是说老成，就声音不是，但是说的内容却有一点，我就会我觉得哎有道理，或者怎么怎么着的。然后现象就是发现成熟，对，蛮成熟的。现象就觉得也还行吧，也还行吧，都是我跟他们加的戏，都是。你其实跟我同龄的，现在就觉得啊，就是脑补了，大家其实就是还是有很多就是，可爱的时候，不好意思的时候，然后包括。也有时候也需要别人调解，也不是，哎呀，这个看看点了，那个什么什么的。你不是中国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因为不是在说你，所以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要人安慰，就根本没有，我就发现了，大家就刚开始的都蛮喜欢。表现自己成熟一面的，对，导致我就会在想，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开始给他加戏了。土拨鼠，我按顺序的，是不是？土拨鼠的话，刚开始就觉得，因为见的比较少，不算特别多。说的谁？说的是刚刚就是送我饭饭的人啦。其实内心最……哎呀，又对不上。嘿，土拨鼠，刚开始的话就觉得，比较会讲话吧。哎呀，怎么又对不上焦？喂。就讲话的人很喜欢听，现在的话就觉得大家都好会讲话，也还好吧，也不是大家都很会讲话的。现在的话就是觉得，每次见面的时候就很怎么说你，小小还是蛮，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蛮。小孩子蛮有点小小的，哎呀，这个怎么想，因为我很想说任性，但我觉得任性不对这个词。漂亮怎么快跑，漂亮怎么想，不是，不叫任性，这叫小什么小，不是任性，幼稚，对，幼稚。一点点啊，我不是说不好的意思，就是很可爱的意思。对，我没有骂，谁说幼稚是不好的了？童颜，童颜，对，你和那个前面那个好几个人都是，对，都属于那种，跟我差不多吧，咱们都是脸比较圆的一族的，心态年轻，人家本来就年轻，不能说心态年轻。谢谢创飞全世界，
肉肉脸显小。是的了，是的了。就刚开始，因为很多时候刚开始大家见面都戴着口罩，你知道吧？就见到的就是会很不一样。谢谢创飞全世界。然后到谁了？到黑锦了是不是？然后后边是你们一会儿，然后后面是谁？戴口罩大家害羞？不是的，戴口罩是因为疫情。谢沙茶渐渐降第九封第十八封，谢憨爱除夕。然后黑锦的话，刚开始是我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当时因为是云卧的时候，我发现了云卧就是容易让人深刻一点，因为云卧你是视频通话嘛，然后包括大家都出不去门什么的，当时就觉得是个中分美女。然后之前也说过，因为是这样子，说着话就激动的时候会红，会脸红，但不是真的脸红，而是就有的人皮肤比较薄，就是你能感觉到他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现一下的话就是很厉害吧，就是是一个非常聪明，然后又很漂亮，然后又也差点又想说话多。我觉得我得换个词，我不能说话多，因为在我这边觉得话多是一个很好的词，可是我怕你们觉得话多是一个嫌你们啰嗦的词。健谈，对，健谈的话这也分情况的，有时候健谈，有时候就属于哎呀会不好意思，但是真不好意思假不好意思呢，到底咋样呢？因为他经常会一激动的时候就红，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啥情况。谢发发的九分，谢发发的十八分。第一次确实很漂亮。看得我害羞。啊，会这样子，谢谢九月的九分，但可能只有在我面前会这样子。谢谢九月，谢谢九月的十八分，平时应该还是跟我们在我面前会有点不一样吧。谢谢拉面的十八分，谢谢瘦的十八分。好，下一个是谁呢？先浅浅的说一下，让我也熟悉一下这个业务。说印象，先印象。好，谢谢苏。苏的话，刚开始就觉得应该是属于就是可能接触不会特别多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因为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总觉得就有些人可能是你熟一下下然后就不见了，总觉得是这样子的，苏就刚开始就会给我这样子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属于哎呀，就像你跟好朋友一样，突然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不冒冒还好了，然后过段时间之后他对过段时间之后就好朋友就不见了，就是而现在的话就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可靠很多，然后讲话也是可能是不爱说话呢，也还好啦，也还好啦，跟我讲话的时候也还好啦，也没有真的不讲，有点社恐，可能会有，可能是因为一点点这个原因吧，现在的话就觉得还是一个蛮可靠的人，继续保持。
新人宝宝，嗨嗨。记得住见过的每一个粉丝，其实没有办法记住每一个粉丝，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只是简单的十秒钟做了一下，可能还没看清楚什么样子就走了。然后有的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可能一直戴着口罩，也没有看到到底长什么样。今天也有这种情况，就是突然间戴上口罩或遮得太严实，我就想不起来，因为就没有办法就辨别了。对，要多来几次，因为我记性只能说一般，但就是看人的话还好，对名字的话就会容易记得。新粉吗？不管新粉老粉都是，老粉为什么变成老粉呢？是因为他来的多了，跟我久了，所以就变成老粉的。但是老粉也都是新粉来的呀，是不是？所以怎么能问能记住新粉呢？是不是？新粉慢慢慢慢也记住了。好，下一个是谁呢？线下太累人了，也不一定非要说是线下了，也有很多人我其实也见的比较少。今天都没有电，我说我看到你说的。炸药包，哦，炸药包，初印象反而是在网上，就是而不是现实生活中，是在网上，总觉得是一个，是个就是长得应该跟我差不多的小姑娘，比较，不知道，对，就可能就是感觉和我差不多的小姑娘，就是大美女，小美女吧，没有我这么漂亮，但是也是个小美女，因为是在网上，不知道为什么，好神奇，行，就是人家能懂就大概就能懂了。不是，我挺会说，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就是如果没有见到人或者怎样的，我就是会通过我的感觉来。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可爱，然后非常的笨，非常的笨，小小的一点点笨啊，不是非常的笨，一点点笨，但是又让人觉得什么话都能讲的一个人，不是好会，我没有夸他，但是也算是夸他，因为就是跟他讲话，跟你讲话的话就会觉得什么都可以讲，觉得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但是不是跟你说发好人卡，而是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说呢，会容易让人家觉得你人畜无害，然后什么都跟你讲，万一你是个坏蛋怎么办？对，很有亲切感，是很有亲切感，是非常容易被信任，就是那种见一回面就会觉得跟他聊天完全没有负担，而且就可以讲自己小秘密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喜欢别人给我讲自己的小秘密，这我就觉得我的小秘密也可以跟你分享分享，所以反而就是这个样子，就会觉得啊，让我在一起会很放松的吧。好，下一个是说，等我现在先暂停一下咯。谢谢康寨报的前账，发发发发印象。能不能插队？插队哦，要上飞机呀！哎呦，好吧，下一个是谁呢？问他行不行？下个是谁呀？
可以，行，谢我们发发。好好好，我来个刚开始的话是觉得哇哦，好，就是长得好，话就是非常的密，聊天就是完全不费劲儿，然后呢，主要是还是长得好看啊。话痨，就我，因为我也是属于讲话的话话会比较多一点点的，怎么都长得好，哎，没有办法，知道为啥我会被当成粉丝了吧？而且第一次就记住那个小梨窝了，为啥呢？因为当时我觉得太忙，好忙呀，就是明明就是云我，然后在就是一般见面嘛，大家都会很专注跟我聊天，他就是啊，你就是啊，不能这样，就很忙，就是又忙着这个忙着那个，忙着跟我说话，不一样的忙，跟前面那个不一样的忙，你这个是跟我见面的时候忙。屏幕都来不及看了，着急的很呢。现在的话，谢谢海岸春熙，谢谢成为全世界瞎忙，没有瞎忙。现在的话就是也很可靠吧，从在长沙的就觉得哇，这人很可靠，为啥呢？就当小保安似的，你虽然是个小孩，但是又非常可靠，然后又会讲话，就是那种招人喜欢的人，小保安，小包的小保安。哎，让让让让，控场，这把我笑死了。好，会多多喜欢你的同志们，他们她是个大美女。那个虽然我不允许谈恋爱啊，谢谢海茶。好，下一个哦，对，那个一脸正经是吧？好，赶快说完就到我们发发了。脸正经，刚开始，觉得是个，我得好好回想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别人家的粉丝，不是我的粉丝。谈了的要出坑，别呀，人家谈出一些现象蛮好的，我这说完没有粉丝。反正当时就觉得不像是我的粉丝，我觉得肯定是跟着我粉丝来的，但是肯定不是我的粉丝。我心想，如果是我的粉丝，那怎么没有来找过我呢？对，刚开始这个印象，初印象就是别人家的粉丝。现印象就是，不是明明找了好多次之前，你不说初印象吗？那时候我都不认识你，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有没有可能是我看到过你，但是你没有来找过我之前呢？或就是你找过我，可能也没有给我透露出一种是我粉丝的感觉，你可能替别人带句话啊什么的。我就总觉得你肯定是就是跟我粉丝玩得很好，然后呢我没有把人家忘了，就是这样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呢因为老是跟我的那个粉丝，就是比如说粉丝在一块儿，我总觉得哎，应该是挺喜欢我的，但没办法，人家有自己的推，只能够偷偷喜欢我了，你知道吧，背着自己家的小偶像开始来找我了。现象就是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粉丝啊，挺好，就是很不错，很不错。也发现了，就是，哎呦，哎呀，能吃苦。挺好啊，你朋友在看他在门口给我写信，在门口是在哪个门口？为什么？就是觉得
你问我为什么就是说能吃苦怎么叫能吃，哎呀就是说，哎呀就是感觉看起来就是属于体质不算特别强的那种，但是呢却能到处跑，然后到处跟这个跟那个，又能帮忙搞搞这个帮忙搞搞那个的，对，而且就算是这样了还能够再去分出身来再干点别的事，就很能吃苦，看着是比较虚啊，天选打工人。嗯，倒是觉得我是一个，倒是觉得我善妒，没有没有没有，并没这些，开玩笑开玩笑。还没有去过线下握过手怎么办？能有初印象吗？嗯，初印象肯定都会有的，就是包括没有去过线下，但是如果在上线上接触的比较多啊，嗯。包括就有时候翻牌呀也好，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多出现其实也会有的，直播的时候也经常会有啊，因为我有时候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线下来看我，但是我直播的时候就会经常聊天跟大家，所以就经常刚入坑的很难有，刚入坑的话要不要再等等你的显影响呢？谢谢麻吉的皇冠，谢谢麻吉。有是肯定会有，但是肯定就是大多数还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没有线上也不经常说话怎么办，按名字现印象，按名字现印象，对，我因为有时候我这个人吧会自己自动带入一些样子，哦，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朋友们我也马上要走了谢谢保留哦，对，我现在把公告改一下，不接了，我先不接了哦，我们下次再见，接个别的，因为我一会儿要出去一下了，好，会再接的，我先说完嘛，下个是说梦，谢谢创飞全世界，来晚了，那我等我说完嘛，等我说完了，如果还有时间再说好不好？下一个发发发发是出影响现影响吗？好多信息哦，发发出影响就是。打工人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就是会觉得刚开始就是会觉得，哎，就是一看就是工作没有一脸疲惫，但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个打工人，这是你独有的特质，你没有办法形容，对，但跟一脸疲惫倒没有，因为你反而有一种工作很累但是你在坚持的感觉。现印象的话就是还蛮爱笑的，不能说刚开始不爱笑，现印象就觉得，哎，时不时的就会突然给我一个惊喜，因为你觉得打工人太忙了没有时间来看我的时候，就是哎来了，就是那种，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也觉得像打工人，因为他消失的很快，来的也很快，消失的也很快你就能感受到这股打工人的气息，因为他得忙着回去干活了谢谢麻吉的野蝶来去匆匆现对包听一下，美女话多能吃苦也还好吧
完了，大家不一样的美吧。然后是拉面吗？对，还有一个是很忙。哎，九月拉面，嗯 ，OK OK。九月的话，刚开始会觉得就是个学生，然后属于特别喜欢跟我分享事情的，会分享自己，就是包括我，跟我聊聊各种事情的吧，像个学生。对，就学生跟打工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一样，就是他就你能感觉到精力很充沛，当然没有说发发精力不充沛的样子，就是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现在也还是学生，我也没说你现在不是学生，你只是现在少了点那种感觉，你少了点刚开始的那种精力充沛的感觉，现在就是觉得比之前成熟了一些。因为他的眼神从就是跟我似的，你们就想象我刚开始的样子跟我现在样子就差不多吧。也不是社畜的眼神了，就是你能感觉到挺忙挺累的，就是刚开始就还行，现在即将吃苦，然后也是会跟我有啥说啥的吧。没光了，还有点，还剩点，还剩点光呢，没完全消失呢。可以问问题呀。不是，是其实看情况的，如果太累的情况下就会比较那个，但是一般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感觉。嗯，这就是没有打工前的状态吧。唯一的光是看到，哎呀，你真会想话，天哪。可以问呀，可以问啊。我一直拿着小镜子不知道干嘛呢。下个是谁？是九月的印象。哦，讲完了，讲完拉面。拉面刚开始觉得他是帽子侠，神秘的帽子侠，开玩笑，就只是说经常见面的时候会戴个帽子，然后会跟我们聊很多很多聊天，聊就是说这个说那个，然后但是刚这是初印象嘛，就会觉得只要看到戴帽子的就是他。嗯，同一个帽子还不同的帽子，大差不差吧，具体是不是同一个我也看不出来，因为我就是这个观察帽子不至于这么仔细，就是也就大概看了一下。这是没有涂，没有涂，没涂，是真没涂，头发好着呢。这就是为啥呢？小孩就是毛发旺盛，现一下就是觉得哇，蛮厉害的，很聪明，然后行动力也很强，也变得就是好看，也不能说以前不好看吧，就是变得更好看了，多就是有一种长大了的感觉，你要笑死了，不用是，对，长大了，长大了，比起以前还有点，有一种，感觉自己说的挺有道理，但是。我就会觉得是个小孩子，现在就会觉得是个长大的小孩子，但是比我想象中要厉害很多，竟然比我聪明那么多，现在小孩都这么聪明吗？
什么时候能脱的？哎，别脱了，着什么急？你都没有呢，你是跟人家说啥呢？是不是？别了，我啥时候结婚？你要给我那什么？你要给我安排个？下一个，对，是互相长大。我有很多以前在上海认识的小粉丝，就是年龄很小，然后他们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然后有的也是我看着从上学，然后从这边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然后又去打工这样子。哦，秀，我你的印象。嗯，刚开始就会觉得是一个很让人有安全感的人，你会觉得你真会觉得蓝现在没时间理你，现在就是觉得。嗯，初印象差不多就是这样，就觉得是一个人很有安全感，然后又看起来很可靠的样子。嗯，哎呀，现在没有时间理他，一会儿我让大王看你，我现在先告诉你，我一会儿让大王看看你到底是谁。你要是小孩10岁小孩就原谅你，不是的话你的号的话就要被消掉了哈。好，然后呢，现印象就是一个也会爱撒娇，然后也会有很多烦心的事，也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嗯，民主英雄。你暑假谁？下次再来你的号就没了，给你截图了。好，那个然后是谁啊？这MO 刚开始的话会觉得是个比较爱开玩笑吗？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喜欢开玩笑那种。但是到底好不好笑呢？也还行吧，但也不至于那么好笑，就是你能感觉到他是你能感觉到他的良苦用心。好像是一种信念感，没有，也不是讲笑话的那种，没有，也是比较健谈的了。现在的话就觉得哦，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是一个很温柔，然后有很多美好事情可以分享的人。对，大茶厂，你说的是沙茶酱，沙茶酱讲了，沙茶酱讲了，然后是到时了，幽默感是自己的，幽默感很难讲。哎，不客气，朴有声。但是初印象就是也是，初印象是个大姐姐，现印象就是个爱操心的大姐姐，就是也是那种能成为依靠的爱操心的大姐姐，蛮好的，至少
差点要说大姐姐。是的是的，对，是可以成为依靠的。差点我本来想说是，哎呀不能说，别一会儿你给我那什么了，姐姐好多还行吧，有一些不是姐姐但是给我一种姐姐的感觉，后面我发现他们不是姐姐，这个是真姐姐。有的比我小我以为是我姐姐呢，但不是说是感觉哦，是他给我的感觉，后面发现哎没有那么姐姐。现在姐我先把前面讲完哦。吃不起饭，来的，我先，哎呦哎呦哎呦，我先把前面的讲完呢，就像你以为，哦，差不多吧，这种感觉，差不多，就像你们有的人觉得我是姐，结果发现了，前面还有说了住，顺序，吃饭，好，吃饭吃饭，等我讲完哦。下一个小处，哎呦，小处，小处刚开始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活泼的，然后又跟我就是什么话都会讲讲的小孩儿，就是那种，因为可虽然我说小孩儿 ，OK OK， 好哦，等我讲完弄。虽然我说小孩儿，但是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性格也不是属于，也是属于比较小孩的，就是。老叫错名字，对，对，是垃圾桶。这个不是初印象了，这个倒是你们对我的初印象是吧 ？I know 了 ，I know 了。你们对我对他的初印象，行。后面的话就会觉得，是一个挺热爱生活，然后可以。跟我讲很多很多自己的事情，然后给我分享快乐，能感受到对我的爱，然后也是一个很坚强的小孩子。对，哎呀不行了，我要暂停业务了，朋友们，乐哥发消息了，谢谢一起啊，奶茶先走，奶茶先走，跟奶茶仙子相见也是云雾，删他，喂、哦，我的公告还没删吗？删过啦。奶茶仙子也是刚开始的话会觉得是个非常激动多才多艺的小孩啊，我这里是删掉的，这里是空白的，现在呢还有吗？还在啊，那应该是对，要退出去。好，业务暂停。好把奶茶仙子先说了哦，奶茶仙子刚开始就是多才多艺非常热情的小孩，现在的话就是觉得是个小小学霸，非常努力，有时候有一点幼稚，非常热情，能带给人很多能量的一个小美女。会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像我妹，但是我妹，但是胡歪歪没有她这么聪明。人如其名，我的美女不是美女就是保安，不是了，因为我说的美女不一样的，就像有人嚷这样的美女，也不一定全是我这样子的，好吧。不能用美女，其实不能用美女形容奶茶仙子，就是你都是美女嘛，要自卑，别自卑啊，你说不定在我眼里是个大美女，我是仙女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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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保安跟打工人不好看的样子。我要形容我自己的话，应该也会形容我自己是美女吧。男犯呢？男犯，哎，真别说，虽然我男犯不多，但是都非常的这个，哎，怎么说呢？也不能说用"都"这个词儿来形容了。对，各有各的特点吧。我不是沉默了，是我心想，不能都形容的太好看了，不然你们觉得我在撒谎。对，就是虽然不多哈，但是也不知道。你今天看到一个帅帅的男犯，嗯，是的，是的。也有长得比较日系的，长得比较阳光的，各有各的特点，就因为长得都不是很像，我有滤镜，可能吧，保留还有个九分的问题，对，保留的问题，一般夸不出来才说有特点，不是的，因为如果我夸的话就太具体了，但是不能用这么具体的，因为我也不至于这么少吧，我的男犯。比如说这个就是高高的瘦瘦的，这个就是可爱类型的，这个就是帅气类型的。不是说可爱的就是用可爱这个词，是真的可爱。今天多了几个男犯，今年多了应该有几个吧。不至于吧，应该还是有多一些的吧。对，质量还是蛮不错的。大家都是说问题，对，问题哦。到底哪里出现问题了？对，业务还有个问题，但不敢问呢。你问嘛，你问不问？但是如果是太那个的问题，就那什么，你要么你也可以等到下次问我也行。对，我要走了，还有谁的倒计时十秒啊？要么就先暂停了啊。对，一起啊，先把一起啊说了哈，你先想想，我先说完，然后以前刚开始初印象，我也得好好回想一下。初印象就是爱笑吧，还有一个，当然是这样子觉得的，就是爱笑，然后呢还爱考我，对，这是初印象。现印象就是真爱笑。我也是属于那种是用什么酱烤的，不是，先测试我啊，测试我。现象就是挺爱笑的，然后呢也属于不忙的时候，哎，不是，这个洗不掉了，不忙的时候就会多来找我玩，然后也是一个需要有人陪伴，需要有人鼓励的人，也是和我一样就是需要互相陪伴的，要感受到爱才行。你说跟我一样吗？我可吃得起啊。那一起压只能加油了，一起压不能一起压吃不起饭。乐观开朗，你不会是一起压的粉丝吧，玛丽苏？啊，吃不起饭啊，
我以为你说他吃不起饭，我说怎么现在都有粉丝了。我说怎么回事，来我这里继续夸人，原来是真的吃不起饭。你看你这个名字，不能老笑。因为老笑，哎呀，老笑的人会长皱纹。为啥不能笑？哎呀，主要我现在我发现我笑起来，我是往横着笑的，我不是往上笑的，我就很烦，我就让自己小笑，等我学会了再说。吃不起饭的话，对，一直不对焦，可能一会儿重新来一下就好了。刚开始的话就是。我得好一，我每次我发现了，每次出印象都要想一想。不知道是因为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刚开始会觉得有一点，哎，潜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出印象不对，但是出印象却有一点主观。哎呦。不咋出现，就是不知道他出不出现。有时候你感觉哎出现了，哎有时候哎又不见了，就心想是不是在潜水？谁送？对，我要下播了，讲完这个。你现在说的是女主播，见到你的第一句话说的是女主播，这个跟初印象没有什么那个。你说我对你的初印象是女主播，这跟我说你潜水有什么关系？哎呀，感觉就是剩下的问题。剩问题的发下问题哦，你说问问题的是吧？等会儿啊，哎呦呦呦呦！然后现一下的话，现一下就是，感觉喜欢你的人应该挺多的，等我回个消息啊。就是比较感觉是一个，招大家喜欢的，但是也还是会偶尔潜水的感觉。为什么会给我这种感觉？你真的会经常潜水吗？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会，哎，你看来找我了，可能没有真的潜水，但是给我一种在潜水的感觉。好，我要走了，朋友们，真的要走了。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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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再说啊，算了，也不一定。哔哔哔哔。